对人的困难，这就是新闻。因为后边吼，你新闻哦，这地主啊，刚分起来摆的时阵，刚就甘下落来，哦，安尼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就用内心话方言讲了，哦，啊，那么行，行就是要有诚心敬意，哦，依据咱真诚的心，心讲即音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在做各位前面，既然是老师树立门前之内呢，咱爱好好。哦，来尽去了一份的责任。哦，只要身体上袂使，但一定爱千方百计打帮助的。哦，小到上好的方法是啥物？想尽办法，无方法你就甲想尽办法，安尼就好啦。只要你有心，你想要你就会有。你若无想要飞，佮倒顶年金也不可能。成功表现在看恁家己的发心啦，哦，前八只是甲咱鼓励是助缘尔，咱若唔做，哦，其实前八只嘛无法度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家己会当尽了这个啊地主，咱啊志工老师的地主这份的责任，咱一定爱挺身而出，会当做身体上会使，时间上会使，咱一定爱大帮助到。哦，卖用哦，伊这个时间呢，啊，一直过去，啊、哦，再来修到最重要的是四念，啊、哦，四念，四念就是挂念的意思，嘛就是讲念珠在珠，今日当一天和尚，一定要敲一天钟，因为这就是你要成就的所在，你要成就当然不是为你好呀，你来到道场，就是让你心性成佛。予你未来当了发世事，所以你一定要念珠在珠，你一定要挂心道欲，我无去做袂使。啊，所以心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所以讲呢，当时啊，有一个将军呢，伊去请教这个别门禅师啦。伊讲别门禅师，请问到底是有天堂甲地甲无啦？咱各位先听讲问。天堂甲地甲无，有啦吼。咱咧讲个天堂，天就是天堂就天顶，那么咧地甲就是伫下底，哦安尼啊。那当然咧，伫这个啊，别份上书咧，就甲伊问这个将军，啊讲啊你是咧用啥？将军甲讲啊，我着将军啦。别份上书安尼甲伊看看咧，你将军哦，我安尼甲你看看，你无像将军，你像你亲像迄刀，迄太低个个啦。哦，迄个时阵将军咧，就已经怒气冲天，血都压起，刀压起，一泼的时阵，别闻上书甲讲，安尼就是地界。哦，伫迄个时阵咧，这个将军咧，非常的见笑忏悔，所以讲咧，哦，这个伊就非常的忏悔，甲这个上书咧，甲伊回信咧，讲哦，啊，他拄啊吼对不起啦，哦，安怎安怎。别分上书，甲讲安尼就是天堂，所以天堂地界是看你的心。哦，你若是快乐，哦，无有了就起到好甲歹，当然就是天堂。地界就是在你的心，所以讲呢，咱修道修心，办道尽心。修道修心，因为心是天堂甲地界的所在，你袂当无去调摄你的心，当无去调摄你的心。你永远就是安那，无修心养性，就是脾气毛病，无法度改变。安尼嘞修道的当中嘞，到最终，咱也家己反问啦。我来到这个当中吼，奇怪，脾气甲毛病拢无，我嘛唔知来这个用啥。哦，啊，咱就想讲，我嘛足惨个命啦，脾气毛病吼，反正修拢袂好势。哦，啊，一直咧变色。鞭策哦，哦，啊，一直哦，但是或是家己安慰家己啦，哦，我无法度让一份改变，但是我嘛袂当无去改，也袂当无改，哦，啊，袂讲啊，唔爱啊啦，唔爱修啊，唔爱修，你就到这里。啊，你若感觉讲哦，你修无到，家己搁用心，用心，哦，到底的时阵，你还是可以了脱生死，可以了脱天堂地狱的。你的心呢，就发动自在，所以伊才甲你讲，诸地凡尘俗事，也就是伫烦恼中。哦，那么呢，诸地凡尘俗事，也就是一定有分
执着，啊，有分别甲执着，因为伫世间的内底，点点滴滴，是是非非，真真假假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产生了着普遍的这个烦，的这个方便俗事，的这个烦恼，啊，所以讲咧，有了这物件，嘛就是讲咱的心有了着分别心，有好恶，有善，有顺，有败，啊。有这个人叫我靠近，这个人叫我较靠近。那么伫这个所在，甲伊分出彼此了后，伫咱的三，咱的内心三心了解这个原理。那安尼失去了解，伊破见自心，本自清净。咱的目睭，因着破沙粉啊，敢会点？会嘛？啊，因着金马粉敢会点？嘛会。金马粉好个呢，看咱开发侪内面吼。我咧，咱个收收个，咱个拥有这金呢，因为沙甲金仔粉，因为目睭都一点，是因为目睭内底袂当无清净啊。咱个自性同款，咱个自性无，为啥个无为而为？无为而为就是讲，你做偌济好个，你个能力佮偌好，你毋茫极力在表现自己，毋是毋茫做呢？我爱讲表现是讲你。不要一直在讲我有多哦，多是多，我先我高，不要这样，卖谁那个心嘛、啊？你家己如果我当初我都会使啊，哦，我都安尼来讲说，我冇会感觉伤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真的不要再，我们一定要无为而为，咱唔惊人唔知啊。你做的一切，大家有目睭有眼看，一目了然，清清楚楚。所以讲咧。做偌济好，希望不要一直在讲说哦，我偌的偌的，不要讲，安尼你就是有执着，你就是去看天啦、啊，哦，那么咧，以心先做好，人无甲咱学了，你同款来做呢，莫想讲我做甲安尼看吧，拢无人会甲学了，失去信心，怎会当安尼？未当，哦，愈无人知影愈好，今仔日呢，你爱见得欲偷啦，咱安尼共偷个物件，敢是？要让别人知，做善事同款爱安，互人毋知你咧做啥，安尼尽量到操，这叫做因缘。哦，嘛是一个人德性的良好，就是伊安尼嘛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咧，我若讲出到度人，甲恁讲了后，恁拢甲我学，其实我就是当下接受福报的，敢够有定？没有。啊、哦，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咧。有了分别执着，就会产生无边的烦恼，就是三心了解四心分，贪嗔痴爱，贪嗔痴爱。如果有了解这四心分，其实自性无够清净，无法度解脱轮回，了脱生死。因为你自性还有一些些，哦，你的心有一些些，你的自性就有一些些，就无当达到了解清净。所以讲，咱今日修道修心，真正有够重要。哦，所以讲，咱爱心性上用功夫，哦，不完我咧，别人变起家己，哦，别安怎如理顺因，如理佛边，哦，安尼咧来鞭策自己。所以讲咧，啊，而且个人讲，咱爱安住在这个三宝，安住三宝，嘛就是不是，哦。唔是讲我讲，咱今日我谈着代志，较紧的三宝作用的安住哦，不是这样哦。好、哦，也就是讲，我今日谈着好甲歹，哦，我要安住，我爱借出了这个三宝，我的三宝做出来，伊当下内底甲静静，伊当下内底，你都是流露哦火的那一种因缘，啊、哦。所以讲咧，无论你好甲歹，因为好会骄傲嘛，敢是？我咧平常时拢无钱，用用好好着钱用啦吼。安尼恁拢叫我好个啦，安尼有空哥无？有啦吼。啊，即摆来有钱了后，有当来看咱无去呢，因为你做了歹，对无？因为我一个好个啦，拢叫恁拢叫我安叫好个，叫冤家嘛吼。安尼人讲讲，那你这人嘛做空哥个，啊，伊个当中内底嘛看出出就对啦。所以讲咧，你这所在，我们要安住，不能先教，哦，先教我们要安住，哦，你要接触着三宝，因为咱有求着三宝，有法经嘛，哦，有观觉应嘛，
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乃是安住三宝，伫当下内底会当觉正见，二六时中的应用你的三宝，安住你的心念，这叫做内心话哦，这叫做心念，这就是咩心念？佛菩萨的因缘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得啊，哦，咱三宝呢，哦，唔是讲互咱弘扬化解，弘扬化解呢，嘛就是你安住你的心。我今仔日呢，飞起来行起，我会当安住，用我的正见、正思维，啊，那么正知、正见、正思维，安住我的心，降服我的心，让我回归到本来的清净，本我的心性。在那个当下内底呢，我们在当下呢，才会当真正哦，修行平用。三宝保佑呢，是爱咱会当用，当着代志你爱甲用，用毋是其他。哦，啊，指大上中，啊啊，手无合同，哦啊，目睭八分，体两分开，是要你用你内在自信，以你的这个啊醒心心呢，会当真正处在这种哦正思正念哦正思维的这个境界。那安尼呢，咱就会安那。咱就会当改变咱的命运。当当我要受气、要拍的时阵，我懂了，袂使，我已经修行达到啊，我袂当阁有这种心啊，赶紧去家修道转来。那安尼，你今仔日这三宝敢有作用？两年一跑，对，三宝就是伫迄个时阵落去，让你当下能够想好，让你的过高心不会浮上来，让你的怒气。不会产生出来，就是咱德宝，德宝呢，予咱应用三宝，主要是不要咱应用人家。我们不断的应用练习，实际操作，久而久之，你就练到纯哦，这个、如我纯心的一个理解啊。所以讲呢，欢迎学术，不牵不挂，不左右，不左右，为什么不左右？世间的物件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哦，有来就有去。有好就有坏，咱人拢是伫无中生有，对有中烦恼，唯一就是回归到自己。哦，所以伫方面学术都有它的优点。刚才呢，啊，张禅师讲，你世间呢，所有你的好坏都有落入你的眼里。哦，咱一世人他都要讲过，你什么人拢晓得，咱再无好，因为咱过去的作品呢，自导自演。哦，那么呢，著作著述，你这说的一定写好。咱们，哦，咱心善人好人，唔是一步人啊。心善人有名有地位，心善，哦，但是，哦，唔能看扁自己，哦，唔能看扁自己，哦，啊，咱唔能嫉妒，唔能看到人好，咱甲人嫉妒，不要这样啦。我们两只都叫我，我看就惨白的。但系呢，他无比的福报嘛，对不？咱唯有就是。赞叹他，学习他，因为他人家都让伊哦，喝掉喝掉饮酒嘛，你改喝，安尼就好了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唔能有迄种哦，有一种嫉妒，看人好的就来嫉妒，那这样你的内心也是不清净的。哦，所以讲呢，思来即应，思去即静，心静不着空，心静的当下内底不着空，你着空，你就是落入凡空。哦。你心境呢，就是恢复你二六十中都只在你那一种菩提自性稳住清净的当下，都无有要求起心动念，无起心动念就无好甲坏。哦，即使你遇到好跟坏，哦，你若发动业主要求你的心，你当下清净不起一念的话，那你心内底永远都是清净，一个非常啊，这个啊平静的这个。乌水同款哦，啊！你若来无，你这乌水呢？你个蛋啥的都会起涟漪嘛？敢是安尼？蛋上头会起涟漪，蛋金嘛就该会起涟漪，嘛会啦吼、哦。所以讲都不要好跟坏，都不要浊哦。所以讲呢，不着硬，不着空，中间不足，会当合于中道哦。啊，不即不离哦，不即不离嘛，就讲无百无断，无百无断嘛，就是讲咱今日个在世。哦，人讲中庸之道呢，喜怒哀乐智慧花，花之皆众者，发之皆众者的当下，叫做妙珠。哦，
哦，又正描述。所以这个当下来对，你就是恢复本性即如眼，你就恢复到你稳住清净的菩提自信。那么以这个信仰普及以后，咱一定要下功夫，咱也未甘心，不能甘心，不能成就。哦，咱的性格你也好，你是愈加愈正，愈加愈愈积极，还是愈加愈正？啊啊，愈加愈正哦。会啦，也是个也性格啦，吼，但是咱爱愈加愈正啦。哦，爱整修嘛，吼。当然无法度啦，我有无迄个毅力啦吼，甲勇气讲吼，有迄种先天上帝的迄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那一种毅力跟勇气啦。哦，但是呢，咱一定爱愈来愈少。那安尼呢，你会感觉讲，哎，安尼我修得很差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以这个所在，咱爱下功夫，下功夫在内性，下功夫在外德，你爱跟比较早较拍着，因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十分耕耘，十分收获，无人做一个走去你遐去，不会。哦，你做的走去我遮来，我做的走去你遐去。你做的主动拨款倒转去，哦，天公天盘啊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为家己打算。所以目标呢，爱确定，就是一天啦，吼。所以讲呢，啊，无下足了一件功夫，就讲你无用心去下功夫，努力精进，你会名落孙山。万八哦，万八难超生啊，万八难超生。所以讲呢，哦，咱一定要好好啊，哦，去下功夫，无论你内在哦，还是你这个外在。那当然，再来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或许呢，哦，就尽量较紧，啊，一定要超。那当然呢，咱修道。而且来讲，这种的法门，他都要和我讲过。为什么先人皇帝伊要拜七十二师？嗯，你不是讲烧香吗？啊、哦，因为先人皇帝伊拜的师，像少年的六十岁，像无迈阿到六十五岁。那么为什么伊去拜光圣祖十三岁？因为望到金，心不望不到金，他修的。嗯。在六祖大典内底，咱知影，新修大师是五祖代替五祖，教育了着五祖弟子的大师。但是伊是大师，毋过伊的意境无同，无法度得到五祖的心法。所以后来了后，形成了着南宫北将了。但是咱新修大师，伊修为足好个，哦，伊家己弟子讲。哦，恁会当去拜六祖为师，因为六祖是真正先受五祖心法的哦，的传的这传承者。所以讲呢，你六祖遐一地的五祖注重心法传给伊，伊遐就是一定有搁较妙个对，搁较好。所以讲恁会当去找这个六祖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当中，咱嘛知影。因有心修大师，伊无法度体会了着佛祖的心印大法，所以伊无法度心修多因啊，唯有就是打坐嘛。哦，所以讲起呢，咱的法门，咱啊，既然啊有法度人去甲伊去甲伊选择了后，咱一定爱一门深入。伫道场上，咱一定爱去拍拼，毋捌的一定爱问，一定爱研究。哦，那么呢，伫修行这条路呢，咱一定。哦，一旦持续不断精进自己啦，哦，安尼呢，咱就发到达到了个这个缓慢哦，啊，而且哦，修道呢，未当家人解脱家己，我解脱就好啦，就是咱头拄仔讲，我修好就好啦，哦，咱拢总是一步之遥，一书之道，那么咱家己解脱，有遮济兄弟姊妹，拢总伫这个苦海中。这个啊，这个苦因，那么当然呢，咱所解脱的邪淫就是恶圣，哦，就是邪门甲这个，哦，这个啥呢？哦，这个邪门用心利益，你不能成就啊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
哦，救人度人，唔是家己解决得好，家己好得好啊，袂当。先甲甲护甲先医甲护医吼，安尼当是佛菩萨的精神，佛菩萨的慈悲啦吼。哦，啊，好是来做结语啦吼，啊，因为时间超过啦。啊，结语嚟讲，伫末后一早，哦，咱祈祷的时阵呢，啊，伫这个点到书内底有一句。哦，今时已经末劫缘，时告一切众应缠。你若失了此机会，万八年载难生还。因为这最后一摆啊，进入七月鬼月普渡，鬼月普渡无想着普渡，你爱去等到明年七月。哦，但是咱伫这后愿会内底，咱有这个人心无？唔知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把握这个时机，咱爱有志向，当然无志向。在每日修道内底呢，咱爱多用心。你付出多少心，最后还是回馈在自己的身上。各位浅显，感谢呢。那么到底把人家去？没啦没啦。所以讲呢，大家一定爱冲冲冲，安尼好不？嗯嗯嗯。好，在这里呢，引引你一次愿。那么用咱短暂人生的时间，创造无限的慧命，安尼咱一世人来都给大家好。再来呢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信啦，吼，信为万年的功德宝嘛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再来讲，大于一门千亿，吼、哦，入一不妄，披六义金，一时清净。就讲咱的心内当无妄，吼、哦，清净无间。伫这个六根干力必须心意，伊就发到能清净。哦，因为六根就是罪恶的媒介，我跟你讲。听到、用到、哦，所以讲的是六根内底，嘛就是因为咱的心无清净，咱的心若清净，我真看到好甲歹，我不动于念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你若心无清净，看到好，哇、哦，安尼嘻嘻哈哈；看到歹，就动下咧，停咧，意志消沉，一直做难。哦，所以讲的咱的心若清净，哦，这个六根的自然清净，是当下的。就是我们一门深入到最后，我咱可以当主心回归到咱的本位啊。这是或许呢啊，就这样跟大家呢哦、啊、来做一个自己的坚定啊。啊，超过时间了哈啊，有足侪不足的所在啊，希望咱目前的各位的人士都浅显大德啊，也当加合法体谅啊。啊，最后呢啊，或许祝福大家啊，因为这么个新年了哈。啊所以讲呢，迎春纳福，再再来，水调作品走调，身体一定要健康哦，阿福会圆满，感恩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谢谢你们，是时间前到，鞠躬，鞠躬，鞠躬，哎，那是掌声。